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马面人，欢迎收看本回的马面说 online。 这回的主题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16分音符3连1的大鼓在节奏中的应用。关于16分音符3连1呢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理解，我们以8分音符作为拍子的根基，一个3连1可以分别放进8分音符正拍与反拍的位置，脚的踩跃动作可以用正拍右左右、反拍左右左来思考。这样的动作在练习及应用过程中呢，就可以知道该如何分配左右脚的顺序。再来呢，我要用四种节奏作为原型，然后加入大鼓三连音作为变化。以上四种节奏原型与变化，你也可以找任何一种你熟悉且常演奏的节奏作为思考方向，来加入本章的元素。
让你的演奏变得更加多元。如果你有任何想法上的问题，或是有任何练习上的困难，欢迎透过以下方式私讯我。当然，也欢迎你与我分享你练习后的成果。我是马面人，马面说 online， 下回见。